对结脉障。所谓对结脉障拉布的时候呢，就是布边跟布边进行对结，它的布封是原布封的一半，要强数是双长相对的，这里有上结和下结，我现在选上结。它拉布的时候呢，下面是布边，上面是对结边，上面的啊平面要拆开，确定打开一份纸一样，翻床一比二，确定，再确定，用手中来排，先排大大码，等比例显示。啊，下面是布边，然后呢，上面这个后片排在这里排不上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后片可以进行对接，因为上面根本就没拆开的。啊，这里呢有两个对接，上接和下接，点一下。啊，这个后片就对接了，让这些样片呢都把它排上去，我们看一下。按右键可以旋转180度，如果布没有方向的话，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后片呢，我排好这个后片了，下面还多了一个后片，再把它点下来会出现负数，再把这个后片对接。啊，这些样片呢就没有出现负数的情况了。打开样片，啊，这个对接样片可以打开，从这里打开，从这里对接，啊，这里有向下接的可以。啊，这种脉障呢，我们称为对接脉障，这就说明改一下。对接脉障附近要保存，当然这些没有排完啊，你自己去排完它，然后再保存，找到保存文件的地方。啊，写上文件名。